界足坛有许多超级巨星，但是球技与颜值俱佳的可就没几位了。今天就来盘点足坛五大颜值担当的超级巨星。 C 罗仅第三。五，托雷斯。西班牙金童托雷斯出道于马竞，在利物浦时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巅峰，英俊的脸庞加上高超的球技令托雷斯圈粉无数，一脸的小雀斑也为其增色不少。要不是职业生涯的起伏太大，他完全有可能成为贝克汉姆那样的超级偶像派巨星。四，卡卡。卡卡出生于巴西中产阶级家庭，长相俊朗，球风儒雅，在 AC 米兰时期迎来了他的巅峰。2007年的卡卡所向披靡，所率领的米兰在那个赛季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获得了那个赛季的欧冠冠军，而他自己也获得2007年的金球奖。三， C 罗。这位昨晚刚刚在尤文打进联赛第400球的超级射手，从出道以来就吸引了许多粉丝，帅气的外表和完美的肌肉线条令如今33岁的 C 罗还能够在赛场上保持着良好的状态，球技出色，努力勤奋，颜值爆表，这些褒义词叠加在一起就是 C 罗的化身。啊，古蒂被称为皇马十四爷的古蒂还有一个外号是金狼，正是因为他有着一头金色的秀发，作为皇马队副的他脚下技术出色，大局观好，在球场上往往能传出出神入化的传球。据说曾经有一位巴萨女球迷在国家德比的比赛中看到了古蒂，之后便成为了皇马的球迷，可见古蒂是有多吸引人。一，贝克汉姆曾经的万人迷，小贝曾一度因为他的美貌而被掩盖了他出色的球技，不管是哪个时期的贝克汉姆